街边铜板美食受许多民众喜爱，业者做生意一整天下来收钱找钱，不免担心病毒会不会粘附在上面。 也会怕，是要洗手，要缴钱了，要去洗手，要喷那个酒精。但也有业者坦言，所有钱要一一消毒，太麻烦。太多的数量太多了，应该是不可能的事了。民众不放心，要帮钱消毒的话，中央银行教大家几招：钞票可使用紫外线灯消毒杀菌。 硬币的话，喷洒酒精消毒水或用肥皂水搓洗都是可行办法，但千万不要用漂白水清洗，或用烤箱、微波炉加热。硬币更不能放在微波炉，因为硬币是金属，那遇到金属，它会产生一个强烈的一个反射现象，然后就会把那个发出高热，然后那个微波炉会坏掉。那硬币也会表面，如果能量够高也会损坏。 钞票由纸浆制成，漂白水是全氧化剂。如果泡太久，也会慢慢分解，恐怕得不偿失。提醒民众做好个人卫生管理，会是更踏实的做法。大爱新闻张泰林、景仁吉台北报道。